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这还不算狠、啊！一大早来接班，就听说你们刷了个大业。这昨天晚上真是东风压倒西风啊！你是说昨晚王狗大被陈秃医生压了？别瞎说，我可不敢压。原来我们陈医生一直是下边那一个。那跟排班医生说一声，就不要把我跟他排一起了，怕火气大，我压不住他。 哎呦，怎么了？我好像穿了本命年红内裤。你不知道上班不能穿红，那么容易见血这样。大家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不要这么迷信。闭嘴！不信。诉讼一份，委托书一份，合同。 青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在超市买的东西现在才拿回来？不舒服啊？来，我送你回去。闹饭刚才就被叫去医院了，没吃饭，低血糖。低血糖？我家有薄荷糖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拿。薄荷糖也是糖，别嫌弃了。我兜里有，你忘了带了。裤子兜里。 刚才那样测不准，这样测才准。这样更不准，我去拿体温计。在书房，书桌右边第二个抽屉里边有药箱。啊，都在垂死挣扎的边缘了，还撩人。 小青，别在这儿睡，容易着凉，去床上睡吧。 去律所。今天约了几个当事人，就是网贷那个案子，我不能不去。还是阿姨了解你。
难怪有个人等律师。 我再多陪你一会儿，过10分钟再走。哦，对了，那这个给你，经常刷手呢，要涂护手霜，贴拢皮肤容易裂。那你帮我涂，我没力气。还学会治病行凶了。 38.5，怎么这么严重啊？算了，我还是请假吧。不用了，我的基础体温本来就比别人的高一些。真的？真的。我可是医生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一会儿吃个药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我这个女朋友。 很不称职吧？没有，你已经很棒了，很努力了。那这样吧，今天不管忙到多晚，我都回来给你煲汤，好不好？鸡汤吗？鸡汤就鸡汤。 喂，能请你帮个忙吗？